郑州人四川媳妇，什么菜都会做。怎么样，妈，我做鱼可以不？可以可以。哎呦，你的级别贼牛！我把你超了哈。今天公公婆婆是来试看我们了，看看今天呢是要做什么吃好，还是试鱼吧。今天人多一点，就做一个大菜，看看做什么鱼吃好。鱼都卖完了。我会做就是黄辣丁。哦，只有这么多了吗？这黄辣丁。哦，这黄辣丁有几条了？哎呦，受伤了，应该不好吃。看看吧，换个地方买。今天我们家就没有包果子，婆婆说再等过两天再包，他们俩就来看我们。这几天婆婆也是辛苦了，今天就给他们安排做好吃的。在我们家周边就有烧尸，看这家有没有。哦，这家有，还是蛮新鲜的。老板，哦，来了鱼。买这个黄辣丁，给你几个鱼啊？那我水里买个鱼哦。鱼买好了就买点配菜，这个叫鹅香，这黄辣丁挺好吃的。我可以早点吃。做黄辣丁是少不了这个泡辣椒。炒黄辣丁呢是要加点鱼的调料才好吃，青花椒酸菜鱼调料。我最近更新频慢的原因呢，除了在家里带孩子，我还在家里学习了中文，看来是挺有用的，中文还能看得懂字，还是没有白学。我还是选这个麻辣的味道，因为我们四川人喜欢吃麻辣。哦，放学回来了，哎，回家做饭了。Hello， 帅哥。哦，很棒，今天把水喝完了啊。走走走走，我们回家做饭了。妈妈，我来一个表扬信。真的吗？哇，太棒了，给你点赞。在哪里？行，我们回去看一下好不好？好吧。可以给我买一个。好，我给你奖励，我给你奖励。走走走走走走。超市里面随便选一样东西就行了，好不好？好不好？上车上车上车。等等我啊，你们。哎。妈。加油！快点。妈，你看我的牛肉怎么样？耶，还是大厨卤的炖法式的，我觉得可以。我知道你们要来看我们，我特意早上把它卤了。哦，你现在走的。哎，辛苦了，在这边帮我做鱼。你在做鱼呗？对，去做。看到浩浩浩放学回家，就像我小时候回家搬碗柜一样，是不是饿了？饿没饿？好啊，好好。妈妈马上做饭了。再说了，我们在市里面生活，也是回乡下去干活也很少，因为是在浩浩的。看爸妈他们这一天已经辛苦了，所以今天啊，我要做好事给他们吃。小雅在厨房里面一个人忙前忙后的，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不需要，厨房也小，我一个人控制就好了。哎，作为一个四川男人，厨房里面我都没有我施展拳脚的地方，说出去我朋友他们在笑我了。怎么了？笑啥了？厨房都被老外给控制了。什么老外啊，我们是中国媳妇好不好？四川媳妇，郑州的四川媳妇，什么菜都会做，行不行？你厉害，你很厉害。你还说你不正宗，你知道吗？你是正宗的老挝女婿。你想说我啥都不做就直接说啊？一般在老挝的话，厨房里面都是女生说了算，男人的话就等老婆做好饭之后叫一声就行了。好，你去陪杨浩做作业吧，我来做，完了就好了。
拼音本学校第九小学班级一年级四班姓名过来帮忙对我来起锅是吧怎么样可以不香得很、小心哦对对对，好不好？最喜欢吃年花，年花吗？对，啊、耶！吃饭了，爸爸，吃饭了，好，吃完了，吃完了。不用撒辣椒了。不用了吧？就这样了。搞得太辣，小朋友他们吃不了。我就要也是饿也等不了了。别吃了，朋友。我们家的美女也懂事啊、哦，姚帆，今天多吃点啊、哦。好。昨天待会儿不要紧了。怎么样？妈，我做鱼可以不？可以可以。哎呀，你的级别，这个我把你抄了哈。嗯。抄了我黄金路人，黄金路人。我卤这个肉怎么样？抄了，尝一尝。啊，我们尝过，还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吗？可以。人家没改的名字，你改成黄金，黄金路人。王雅如画。我跟你讲，你以后你就做啥都行，做卤肉，啊。我喜欢赚老婆，啥都做，跟我。快吃快吃。尝了后。今天这个鱼的水平还是很高的。真的吗？好吃。怎么样？好吃。可以吗？嗯。味道那个一年后。好吃不？谢谢。这种呢？好吃。好吃不？好。好吃好吃。好吃好吃。这么多人在鼓励我。好吃啊。来吃多吃点。好吃的举手。嗯。没人举手。好吃的举手。你举我什么？给他拔高。好好吃的是最香的。早点休息，早点睡哦。你们也是早点休息吗？哦，要。啥子嘛？这过两天我们去了成都嘛。哟，我今天是你等香的都没中途来回。真的吗？辛苦了。晚点给你爸爸呀炒啊，嗯。早点休息啊。嗯。